省酒讲究饮食，吃热腾腾炒饭。三位中国太空人今天上太空梭，将停留太空13天，是中国太空人在太空停留最长的时间。不过他们在太空的生活一点都不无聊，虽然没有洗衣机，但他们穿着日本制的奈米内衣裤，穿一个月都不会有异味，不用换衣服。每日三餐以中餐为主，次日换一次食谱，有家常菜也有炒饭，都是热乎乎。由于他们在失重的环境下味觉会暂时退化，因此准备了许多重口味的食物让他们吃得过瘾。也特别因应有女太空人，因此准备了多种饮料和甜品，丰富他们的味蕾。有2间独立房间和厕所，虽然无法洗澡，但可以擦身体。他们这次会用尿液循环器试一下是否可以将尿变成水送回地面检测。太空人可在太空实验室天宫一号用电脑看电影发电邮，还可以跟地面人员视讯通话，生活不会沉闷。宋新闻综合报道。